有点，我现在有点紧张，人好多、哦，喝一下，防疫优先，消毒消毒，对对对，哎呀。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我们今天去那个，我们在那个就去了一间知名的练团室练团，然后不过其实练团室，它是重点，就因为那个里面都很年轻嘛，然后我们就那个练一练就，我突然脑海里浮现那个我们整个团加起来。好，我们下一首歌。好好，没事。下一首，我看到了，好好。